动算，动算声一路喊到嘉义，黄金星期六赖清德下午前进南台湾。2024年全世界第一场的选举，也是全世界今年上重要、上关键的选举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台湾不只是要选出台湾未来国家领导者，决定台湾未来国家方向，更加要向全世界证明，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，坚定选择民主，坚定站在反对极权主义的第一线。要大家1月13出来投票，赖清德形容这是关键一役，但事实上两个小时前，他人才在新竹。这天赖清德可说是跑好跑满，一天内横跨南北六个县市。从一大早到新北汐止，也是他老家的选区出发，接着中午到新竹，再到嘉义，晚上赶场台中、桃园，最后终点站直捣侯友宜大本营新北市。这样算下来，南北折返跑至少540公里左右。一般人开车 ，Google 显示路程就要7个多小时，而赖清德则是用专机加车队当移动工具。靠，可能神鱼会放伊收过花了，对不对？爱到。无人机人坐，得飞来飞去，哦，所以清点下。赖清德近半无回应，黄金周赖清德用铁人行程来一战。TVBS 新闻纪建亨、吴坤、李作恒台北嘉义采访报道。1月13号 ，TVBS 新闻网开票特别报道 ，Facebook、YouTube 同步直播。下午3点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下午4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，下午6点大局已定，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。晚上8点政治新局，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深入分析。1月13，锁定 TVBS 新闻网。